那年我来度假，一个老光棍竟有幸相识了玉琴，她是那么的与众不同，她从不说自己的过去。若见不到你，也许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黑瞎子岭的钱大当家。外国人心还挺大的。当初我以为他只是又短忧伤的过去，不愿提及，反正相爱就足够了。我们都以为爱情是两个人的事，谁知待他回国后，我们的婚姻非但没有受到祝福，反而引发了各种猜忌。他不说自己的过去，就通不过审查。于是那帮家伙开始迫害我们。玉清，他是那么的高傲，他无法忍受羞辱，自杀了。我是个懦弱的人，我没有勇气跟他做一样的选择，而是猥琐地跑了。先是故乡波兰，然后日本，最后又回到这里，就像个无处安生的游魂。我每天都在计算公式，借此缓解内心的自责，但我知道这没用。我的每一天都是灰色的。老家伙，王大鼎是我哥。我知道。他现在什么情况？陆代灵，我靠你！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查看过了，就除了这儿。于是就抓狂了。嗯，你抓狂的时候逻辑思维真的好混乱啊，一边用手解开门把手上的铁链子，一边深信老犹太偷偷到了这里。万一呢？万一老犹太进来之后用什么法术双手穿墙而出，又把铁链给系上？你们用不着冷嘲热讽的，他能逃跑必然是在大家都没有注意的空档。就在我像打狗一样把你放倒的时候，大家都被你吸引去了，就忽略了他。我跟你有什么冤，结什么仇了？你打完我以后你还侮辱我。我提醒你啊，好歹我帮过你吧，是我让你登上舞台展现了自己的才艺。现在情况比较严重，跑掉一个人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，大家再分头找一下吧。等一下，快跟上！回到老顶，两人一组，走。是。你有什么疏忽了，娄小姐？我作为行为痕迹分析专家，有必要和你进行一些探讨。刚才我拿话逗你，无非就是引出一个话题。你曾经拿小影星的面目示人，但是
被你巧妙的回避了，因为这个话题会迅速的引起大家对你的惶惑。正因为如此，你的大脑旁顾不及，就疏忽了其他的问题。回你们的房间。你脱口就说老犹太逃跑情况严重，而我恰恰认为这对你们是个好消息。回你们的房间。或许这里有出去的路，让他活下去。哎，先把枪放下，朋友们，这样你很危险。卢小姐，我们一起把枪放下，先听他把话说完。他们都是蛊惑人的高手。放心吧，这里没有蠢人。瓦伦蒂娜，把枪放下。卢小姐，谢谢大家。老犹太人畜无害，我想大家没有反对意见吧？我想不出他逃跑了，对面对如此境界的你们，还能产生更负面的影响吗？如果老犹太真的跑掉了，而不是躲在某个僻静的地方睡觉，那各位是不是应该好好想想，这个场合会不会有什么可以提供大家溜之大吉的暗道什么的？陈女士，这只是我的猜测，我随便说说的。面对这么一个对大家来说都算是不错的机缘，陆小姐暴露的心态却是情况严重。为什么？这是因为恐惧吗？曾经发誓，但凡见着你，我就杀了你。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因为我哥。我要你帮我，你欠我。请大家注意专家的用词，恐惧。是的，恐惧。当王先生试图告诉大家这里或许有出去的路时，陆小姐本能地掏出手枪，试图阻止我和大家分享这么积极有意义的信息。你就丝毫不在意这种阻止会受到大家的干扰吗？你受过良好的训练，却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，为什么？因为恐惧。大家不要听信他的蛊惑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原因就是因为当你们在扣押我和王大鼎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威胁过日下部了？赵震，是不是威胁日下部必须妥协，就杀掉我和王大鼎？这个事情好，我知道了，正在对峙中。你们给了他们多少时间？一个小时。你们是不是傻啊？日下部要是不妥协呢，那就是鱼死网破。问题是日下部要是急眼了，要是不顾伤亡，你们能扛多久？你们还能活下去吗？这一点陆小姐一定已经很清楚，但是面对这一点你好像一点都不害怕。为什么？除非你希望看到这个结果，牺牲大家保全自己。你从乔治白那里顺出了多少信息？你真是离间，还是陈氏兄弟，或者是巴布洛夫、瓦列尼娜，或者其他什么？这个李佐是我们在东北唯一的联系人，可是现在失联了。可是李佐失踪了，你们又困在这里。怎么样才能拿到那笔钱呢？我基本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杀害石原的凶手就是他。啊？什么？啊！哎呦，你都被识破了！哎，
嘿，该姨，闭嘴吧！你们俩还没有那么亲密，别被他裹挟了。你们真是栽赃啊！为什么你不害怕日下部歇斯底里？因为这就是你想要的。打起来了你就躲起来，他们死多少人你都不在乎，因为把谋杀罪名安排在死人身上最简单。王大丁，还来。检查绳索，腰扣，绳索放置合适长度。大米饭，放心吃，我拿来的，不杀头。听好了啊，我和陈嘉莹一样，都是共产党的卧底。所以有事儿，你得听我的。真的啊？哎呀妈呀！你都跟我撂实底儿了，那我也不跟你整虚的。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其实我也是有身份的，我是你妈。学聪明了，姓窦的呀，我把话撂这儿，你迟早会死全家。行啊，打个赌呗，我也把话撂这儿，你的王大鼎一定会死在我的面前，还有他的陈嘉莹。你说啥呢？你给我站住！大佐，厅长，我们的突击准备已经就绪，我现在需要一个人进入敌方内部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然后鸣枪闯好，到时候我们就会发起突击，一组围堵大门，一组破窗而入。进入敌人内部的是我。其实我早应该想到，众目睽睽之下进入敌人内部，然后鸣枪传号，丝毫不用考虑我是不是会被他们干掉。舍我其谁啊？用不了多久时间。这还是个值钱的玩意儿啊。是啊，人被封山的时候啊，都是高举双手，所以小弟的前三分之二区域很容易被忽略。这把枪的子弹是特制的，很容易辨识，所以你要想杀掉他俩，得另找枪支。混战中这并不难。尸源案虽说是个借口，但那俩肯定会查。那俩再查，真相就不可控了，那就太麻烦，对吧？谢谢你啊，兄弟。我说你这家可以啊，啪嚓一下成这样的。之前整个过程，你可一直都在抢我的风头啊！不是，这回我是主角，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哎，你发现没有？感受到没有？
咱俩这回真是心灵相通了。还好意思说，刚才我在他是凶手的时候，你差点就露馅了。瞬间都折过去了嘛，而且帮你圆了逻辑。我跟你说，陈氏兄弟的断线，是因为陆代玲的截胡。那笔钱一旦从银行流出来，就真的成政治现金了，后果就是负面的。因为那意味着，南京方或者说南京方的某一个派系，更倾向于亲美日本，结盟纳粹。这帮驴样的。刚才陆代玲试图阻止我对他的破鞋，就向乔治白求救，乔治白没理他，他心情失落。但这个单一的心情倒是显示，他对美国人和老犹太之间的秘密并不清楚，这是一个惊喜。美国人的秘密能盖住我就放心了，剩下的就是要想办法让他们同意我们把他带走。我要从他身上挖出所有的信息，暗中告诉组织，犹太人的钱就算有救，在政治上也能做斡旋。可他会暴露你在政治现金这个性质上撒了谎啊？只要人在我的视线里，我就能够控制，这个我擅长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瓦列丽娜，她和我一样对陆代玲心存戒备，但古怪的是，每当提到老犹太的话题，她却刻意回避。事实上她是极其关注的。所有的人只有她在我眼中还不是透明的，这让我很忐忑。算了，我再琢磨琢磨，你出去观察一下。陈家颖这个妖孽，让你费心了吧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没错，他就是在栽赃陆代玲，但是，他这是要救你们的命，懂吗？你们的组合谁都不会往友好上想，而且，那个惊天小幕后的秘密要是被曝光了，就是个灾。这话说的够明白了吧？解读陈家颖的逻辑没有意义，他是行为痕迹分析专家，很多判断途径大家都想不到。是啊是啊，陈家颖在分批排查的时候状态很不稳定，但这没什么关系，反正我跟陈明章已经曝光了，无所谓。其实我们对陆代玲也是心存恐惧的，所以啊，说他是杀害石原的凶手，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坏处。把谋杀石原的凶手交出去，这一讲对峙日本人就没了道义上的合理性。我们再宣布有条件投降，暂时扣押陈家颖、王大鼎，等待各方外事机构介入。反正我们不再有牵挂了。不怕的，你是说陈家颖跟王大鼎？陆代玲绝对不能由他们俩带走，这俩一走，谁都保不准会再发生什么事儿。大家注意了，有人要上来。大爷，楼下来人了，情况不明，所以我们现在最好都待在一块儿。各位，日下大佐已经跟各国外事人员沟通了，正在等待结果。大佐为了表达善意，让后厨做了晚餐，让我给送来，并派我沟通更加细致的幕合条件。各位，食物很多，让我上去吧。
现在开始倒计时。你们对他俩还没有实施禁锢？你希望这样吗？他这么一来，我们跟大家的沟通就被打断了，真讨厌。怎么样？日下部派你来跟我们沟通，一定给了你条件底线吧？直接说出来吧，别耽误功夫。日下大佐让我转告你们，在这里对陷阱方实施武力是绝不被允许的，放弃抵抗是底线，不管你们是否被激怒。凶手交给你们。什么？我们把谋杀石原的凶手交给你们，以此表示我们请求有条件的投降。凶手你们抓住了？我们武装展出决力都是无奈之举，我们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排除真凶，以免无辜的人被裹挟，所以先警方应对我们给予谅解，不要再抱以敌对的态度，认真考虑我们的诉求。他在磨蹭什么？按预定时间他应该鸣枪了。别太过分了，大佐，给他一个寻找安全位置的时间，这不算过分。那就再给他五分钟，五分钟之后发起攻击。陆小姐，你听好了，我猜你是为了带你逃脱这里。我知道你代表南京方，而南铁是你最好的引荐方，所以告诉我李佐在哪儿，这样当你和南铁接触之后，就省去了不必要的过程，会迅速建立信任的。你给我上了不错的一课呀。恐惧是会让人暴露出最内心的东西。是你想控制我。越是那南铁说事儿，我就越觉得你有不可告人之心。你在恐惧什么？或许是你想控制我，结果你发现突然做不到了，于是你忙不迭的想套出李佐现在的下落。你信息库里现在就缺这个了。我弄醒他了。你弄疼我了，混蛋！你老实点。哎，等一会儿，那个我们跟他一起下去。何部长，等等，把他交给刘军将就是了，你跟陈建不能走。你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我们投降是有条件的，如果没有了人质，条件也就没了。你们过河拆桥，你们！王大鼎，你快点行不行？等一会儿着什么急？不是，凶手已经找到了，事情都好转了。哦，你们还要扣押人质，那谁相信你们这要投降呢？五分钟已经过了，大佐。野间科长，我不可能无限制地等下去，这是战斗，用你们脑子想想行不行？把我和陈佳莹绑队里面好吗？王大鼎，既然窦警长来了，就不需要咱们俩带走凶手，算了吧。走，等一下。你带着枪你，窦警长，你不是来讲和的。突击进行，战斗，准备。
机，快进去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瓦莉莉呢？你在干什么？停止攻击！停止攻击！他们有条件投降，我们可以恢复谈判。都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他们不会还击的，冷静，冷静。他是沿途从国内借逃的一名核武力学专家，美国佬的财富任务不是正式陷阱，是他随遇到麻烦之后就设计保帅，随犯简直出不了封锁，他们比你我还要焦虑，懂吗？你竟还有我不知道的特殊任务。简先生，他是苏防委员会的人，他摆给我的活我不干不接的。组织的问候我已逮到，二位告辞。好，苏方委员会的人我们还是得小心，最好跟他保持距离。瓦莉莉呢？我就是个科学家，我只会搞研究，可就因为我是个犹太人，我没做汇报，娶回了一个外国妻子，那些肮脏的政客就大做文章，那些人有多邪恶你们不会不知道，我妻子受不了迫害死了。你给我闭嘴。瓦莉莉呢？整个陷阱是骗局，现在肯定拿不到钱了，杀了他，没让他逃去美国，我们还能将功击罪。你知不知道他是宗侯，我都去完，他是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。瓦莉莉娜，我忍你很久了，瓦莉莉娜，不知从什么说起，你开始藐视我的尊严，总是有意无意在人前跟我唱反调，甚至讽刺我们的国家。我原以为是因为我在变老，无法再满足你，所以我只能忍。没想到你变成同床异梦的陌生人。你是恐惧吗？我知道，把骗局当正，戏弄了最高领袖，我也很恐惧。我想到了结果，但我发现我反复回想，能跟你一起死我会很幸运。22年的婚姻，我是如此爱你。还记得，你还记得第一次相遇吗？一个年轻姑娘扭伤了脚，当时我把你抱在怀里，满山坡的野花让我沉醉，我想我深爱他。我们的国家因为有你，瓦莉莉娜，核武里不是那个阵营的专属，它属于全人类的，瓦莉莉娜。蒋先生的命令也不是最高指示，瓦莉莉娜，否则不会交给有外交身份的人，他们不代表我们的国家，别为了他们杀人。如果我们还有爱情，外面什么情况？我想应该是每个人都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吧。是巴布洛夫和瓦莱尼娜保护了老犹太。大当家的咋样？睡觉拉屎你们随便，就是别跟我说话。咋的了？
啥大事儿啊？把我叫回来，妈火急火燎的发三封电报，真会挑时候。我刚到东京映画实习，那是一个更高级的军事院校。咱妈跟人私奔了，去的苏联。这好事啊，都是罗曼蒂克。啥玩意儿？啥叫罗曼蒂克？就是呢，吴刚跟嫦娥那种非常美好的男女关系。我告诉你，别裹乱啊。咱爹是去世的早，这妈能再找着幸福，咱当儿女的应该支持，知道吗？啊？跟谁呀？这你就别问我，我哪知道啊？不是哥，你管管我行吗？他妈跟人跑了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就要借光底下的，我很累呀。不是，打祖奶奶起，黑家岭就是女人当家呀，这都上下五千年的规矩了都。哥，你知道吗？周边六宅，你们要捅我一下子，觉得咱妈走了，我镇不住。哥，你管管我。那你们驴养的，干他们！你有什么权利擅自逼停突袭？哎呀，瞧瞧我这人缘混的，这事要是放了别人，是不是就得立功了？就因为你带出了谋杀石原的凶手吗？如果不是石原为我求情，我早就没有资格继续待在这儿了。我很感激的，我和石原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抓住谋杀石原的凶手比什么都重要。但是对不起，我不能因为这个就变成一个屁事不懂的人。大佐，不计任何伤亡的抢攻本身就是存在政治风险的，而且他们已经答应有条件投降，我们唯一的借口没有了。我们要的是钱，不是他们的命，对吗？而且我想，您心里是清楚这些的，要不然也不会因为我一个小小的警长就下令停止突袭。陈家营情况怎么样？那些家伙们既然同意投降，陈王二人的安全，我想就不用担心。卢德林曾经骗了我们所有的人，这说明他或许掌握了更多的秘密，或许隐藏了更多的秘密。石原队长，也许就是发现了这些不该发现的秘密，而惨遭杀害的原因吧。所以我说，先缓口气，等陆代灵苏醒，先从他下手。楼上那些家伙交给陈家颖和王大鼎去周旋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宣泄暴虐的欲望，但真正的强者更要懂得去克制，尤其是在这片王道乐土。那陈佳颖他们，我没杀掉他们，让你很失望，对吗？不是，哥，为了证明我是对的，这话说的我自己都差点感动了。玩人呐，是个讲逻辑的活，你要是没这个心思，就不会撺掇我要杀掉正在调查石原死因的陈佳颖和王大鼎，
你觉得我才是凶手呢，对吧？想让我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我完蛋了，然后你趁机上位，你怎么那么迫不及待呢？来，看看我，浑身上下哪点像杀掉石原的凶手？啊？搞得自己一点智商都没有，证明陈佳颖是不是共产党，我是不是对的？首先，不能让日下大佐一时冲动丢了位置，所以我才冒着子弹逼停了冲突，这才叫心眼儿，懂了吗？窦警长，我做过细致的调查和测算，石原被杀当时隐藏于饭店的所有人当中，只有你的行踪无法确定。别那么不甘心终止掉一场有很大概率导致敏感人士伤亡的冲突，这不是一件坏事。我只是对窦世娇突然逼停冲突的动机有些怀疑。你不是已经在他身边安插了陪酒城吗？疑惑可以由他去解。石原在饭店遇害时候，隐藏在饭店里的所有人，只有窦世娇的行踪无法确定，而且他还是个有污点的人，自然会让人产生怀疑。我可没有贬损你的意思啊，我只是希望你有一份稍安勿躁的心情。你是蓝铁的共产党？老犹太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几名世界顶尖的核物理学专家之一，是各列强国争夺的对象，得不到就杀掉。我去，这么轻松就招了？你这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待会儿跟你解释。有天警察给队员们分发通缉令，我看到了上面的画像，唐玲，她正跟你妹妹在一起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你是通过密道下去碰见了他们吗？对，你妹妹托我悄悄带走你们，但返回的时机那么不巧，为什么？我答应你妹现在没时间解释，请你们相信我就对了。她可以行，我们就算能走，我们也不会走的。
你为什么呀？刘金花，如果我们走了，刘金花就暴露了。不过你倒是可以跟那些家伙一起走。嗯，让我妹和唐家掩护他出境，其他人控制。立行社，你记住这个名字，立行社。立行社？是，这是个组织。待会儿那帮人肯定会审你的，我告诉你该怎么说。